这边的我在给大家7月31日固定的位置告欢迎收看早起新闻，我是蔡佩莹。今年是第12号热带性低气压日中暗头来形成，今天的透早2点中心位置是在南海这海域，也就是鹅銮鼻西南西边大概840公里的海面上，慢慢向海南岛的方向来进行。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是以每点钟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来进行，向海南岛接近。根据气象局预估，可能会继续向北边、向广西来进行。目前结果还阁无够实在，不过水气真充足。以后2天也是无排除会增强为今年第7号风台尾拍，暂时对台湾未有影响，咱会阁继续为你追踪。现在的北半球是热天，离高纬度的俄罗斯传说中已经有野火，烧的面积超过300万公顷，将近一个台湾的大小。当地民众请愿要求政府赶紧来拍化这火。而且树呢已经是开始青烟，真侪山头拢已经烧到草灰蛋。俄罗斯的野火现在发生，俄罗斯政府宣布5个地区是紧急状态，不过是表示讲拍火是无啥意义。50万的民众因此发起请愿，希望讲政府赶紧来拍火。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森林大火所产生的浓烟会危害人民的健康。俄罗斯除了有野火的情形，在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在这6月底水患了后，这2天又有洪水，民众的生活真辛苦。从空中看下去，在这看到厝甲树呐、道路拢是泡水，已经看不出来倒位是主题区。在伊尔库茨克地区，最近几天落大雨，河川水位升高，超过1000人紧急撤离。为6月底以来的水患，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25个人死亡，还有7个人失踪，影响到42700人。组织基金团二月底举办大型的基金，第3天是选在死海的南部一间国小，在这几天透早出发，跟他车停落来2点钟，阵地的工作连医生也加入帮忙，想要讲给基金较早开始为病患来解决病苦。组织基金团在约旦展开第3天的基金，对安曼才出发不多久就遇到难题。我们要回头，那现在要打电话给亲王办公室呢，来帮我们协助一下，因为他说你这里要拿到特别的许可证才可以通行。志刚赶紧打电话联络，一阵仔协调了后顺利通行。基金团来到伫死海南部国亚马兹尔一间小学，一到位都无用准备。这坑的牙科水，先把环境打扫一下，就是整理一下。等一下这边是准备看内科、外科。知影组织要举办义诊，一透早就真侪民众来排队。医师嘛主动到3天，只想要让活动提早开始。以内外科来讲，大概差不多100左右。那牙科哈，牙科需求是蛮多的，可能会超过100到150。这次牙科团队来了很多医生哈，应该达到这个数字应该是。请问这里是发生什么事啦？但是在准备过程却出现了小小的意外。因为要固定那个椅子啊，固定椅子结果来割伤了。没有，被那个夹到。哦，夹到。因为我们会用手指去拨那个。因为你现在是指尖受伤，对不对？这里啊是这里，可是这边还好。不过他用这个，应该触感也还 OK。虽然是受伤，但是医师同款坚持替人民看诊，希望这份来自海外爱心会当在沙漠当中援助在异乡努力的人民。台湾新闻杨景惠、邓志明，约旦报道。
约旦基金团即个有大拿甲华人住院的陈伟任甲陈忠奎两位中医师做为代基金，个那是礼拜礼到两天，伫约旦的马佛拉克省有233人次，即现场是客满人，真侪民众是有筋骨酸痛的问题，医生来替伊来减缓伊无爽快的感觉。义诊挂号现场，人排到老老长，不管是男女，拢想要来问诊。拿到患者的镜头啊，一个扭，女病患对咧叫一声，华人住院中医师陈忠奎，失联的推拿，缓解关节错位的问题。伫个遮看到真侪人有机体关节的小毛病。比较特别就是一定会有腰痛，然后一定膝盖痛，然后甚至有些人脚踝开始不舒服。然后大体来说就是，反正他们就肩膀、然后腰、膝盖跟脚这四个部位。六十岁哈勒夫从15公里外农场坐车来，双脚行动不方便，医师针灸处理，脚只片是吊背来舒缓酸痛，突然间牙正手摸片啊，搁再磕头，原来是广东虾。到今天我才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坐车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然后包含的难民，包含其他的本身的比较贫穷的越南，所以他们其实获得医疗资源的机会非常的稀少，所以他们会很珍惜这一次难得的机会。非常的悲痛。في حياتك بالما بالعادي هل ألم في أو ما就是来到义诊的现场，才看到需要。尽管是无常常看见的针灸吊背，但是缓解痛疼却是立刻的。Doctor Hadi Bakhtir， Hadi Bakhtir Murakib， Doctor Hadi Bakhtir。نحن منقوله بالعربية روحه طويلة، روحه طويلة。除了中医看诊，志工也送上五条轮椅，让行动不方便的病患接到这份大礼的哈利法，一时讲不出话来。在这边的残障、身障的病，就是这些病患，基本上他们要出去就医非常不方便，所以特地我们就是为了这些残障能够方便出门去就医，或者在行动方面给予帮助，所以像他们来这边，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就诊，然后又可以再帮助他们以后的出入行动方便。一份付出无所求的心，志工把握机会照顾这群因为战乱而流落他乡的有缘人。台新闻约旦综合报道。住在美国总会里加州庭前的圣塔安娜市义诊，今年是第六年，每年来举办着三场，第一场已经有100位民众来登记，超过60%是会诊的患者。有一位志工是墨西哥的大学生戴安娜，2016年墨西哥大地震了后，伊加入组青，也来参加2个月的赈灾的活动，暑假来到美国，把握机会协助翻译西班牙语。This is Susie's sixth year serving Santa Ana in our community. And they have a health fair here 3 times a year. 2019年的第二次义诊，呈现第一区督导嘛捐赠$1,000。Such services as dental services can affect every aspect of a person's life. Something that people don't know is.The biggest reason for people to miss work and for kids to miss school is actually dental care or lack of dental care. And so this is an invaluable component to the service that you provide to our community. 现场高雄的民众只敢来讲西班牙语，挂着伽马色臂章的戴安娜来自墨西哥。2016年大地震了后，穿上自青的制服，讲自制，启动先效应。I already started actually. I put 10 cents.10 cents. Hopefully, it gets to 100. Today, I'm sharing the amazing story of what Zichi made in Mexico, and most of these people here are Mexican, so they're
really touched. So I was sharing the bamboo bank story with them, and one woman started crying because she felt so touched. She's like, oh my God, they really care for us. 因为关心，所以带着专业医疗服务而来。齿科医师邵满香希望爸爸多传承满嘴齿根管治疗等等的经验，所以常常提出邀请。他叫我说：“爸爸，你有空吗？”我说：“有空啊。”所以呢，他就报名了，都是他报名我来的了。肺液肿瘤科黄昭硕医师、小儿科张新医师是阿仔波动，有当时啊合作会诊五岁大十步囡仔先天脚步的问题，伊协助转介绍。我想他至少需要做一次到两次的，非常专科的骨科、脚科手术，然后让他才能够让他走路的姿势平稳，而且能够穿正常的鞋子，要不然他这个运动都没有办法。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把他送去一个骨科的医生那里做这方面的这个治疗。一百位登记就诊的民众，高达到66%是会诊的患者，显示当地民众五年外来已经相信组织团队。台新闻美国综合报道。虽然是热天，不过天顶的组织之间展开当年发放事件的奉祀活动。我在七位之间分组九组，要拜访30户。这工程还有组织做学生，看到贫困的家庭，对子女的愿望感受特别深。一讲起两个后生王红梅就笑不停，佫加上嘛爱供应台湾大学。没钱借贷款去，你也高兴？有这个有钱他花不出去，你这个咱们借贷款也供，我说借贷款也供。走路不方便的韩太太，将希望拢放伫读小学的查某囝身上，做学生赵建福，会当了解因为人父母的心。功能差不多，但是也确实非常的优秀。然后我也有很多向他们要学习的地方。当年发放前，天津组织志工要一一拜访30户低收入户家庭，以为看到的会是苦，但感受到的却是因的知足。他们的这个虽然说经济生活条件有些局限，但是他们的心比较阳光。家庭和睦方面也非常不错，也是呢受慈济的这个各方面的那个支持吧。一直有爱和希望陪伴，因的心灵未匮乏。台新闻刘健天津报道。既然组织之间到东山乡顺安社区，嘉宾将来做伙食素食中道顿，因为旧历7月就要到了，之间也搁设置礼佛台，邀请大家来祈福。我们一起发心立愿，祝福平安吉祥。礼佛祈祷，虔诚祝福。主持志工在顺安社区举办吉祥会活动，提倡素食，让民众了解，这就是上实在普渡。我们社区一向本来就是在从事一些志工服务的工作，加上推动环保啦，吃素食，尤其是我们阿公阿嬷很会种蔬菜，我们也经常在社区里来把自己种的菜，好，提来社区家里煮家里吃，我们就是一直的在推动的加速。除了改变饮食以外，减少垃圾，也是救护地球上的生物。人生如何选择正确的道路？组织志工丁林才以行善的心得来分享。台湾新闻陈敏雄、赖振峰、余昌波、宜兰报道。九二一地震20周年，新店警署等举办防灾教育特展，来回顾九二一地震，也来教导正确的防震防灾的观念，来强调预防重于治疗的情形。我们家在仁爱乡，那当时地震的时候，台14线全断。有真人真事回忆20年前九二一地震发生时的情景，嘛有报警模拟地震灾害带来伤害。台湾到底有偌济个断层，也当一看就了解。每个地方的话，不同的地震带，我们就用一个 LED 条让它发亮。那里的话，我找新城断层，那当我这边按下去之后，
新城段的 LED 的灯条就会亮起来。九二一二十周年防灾教育特展伫咧新店静思堂举行，有三大展区透过多媒体，也佮有空间设计，予参访者会当真实感受、感动、知识兼顾，予大家做伙回首迄年。我们不是要免那个纪念伤害啊什么，我们要记得这一段的历史，我们要告知没有参与或者是来不及参与的人。在开展之前，也特别办了导览员培训，1000多人参加。演艺人员谢美依家乡在石冈亲眼见证主持志工的付出。天气不好，然后下雨啦，干嘛的？很多师兄师姐啊都在帮忙，那是让我第一次看到蓝天白云在我面前，做得非常好。大职业来呼唤，让我们累积每一个爱的能量。台湾无以为宝，以爱以善为宝。从历史中来学习，警觉人世间的无常，建立正确的防灾观念，也把当年感动人的互助情谊，搁再吹回来。台新闻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太平洋高压较强，大部分晴云好天。中昼过后，中南部加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水气增加。中昼过后，雷雨的范围会较明显。一暝了后，华南加南部落雨的机会也会增加。气温方面，二甲内市各地高温33度以上，尤其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山区，即我近平地有机会来到36度。而且咧，紫外线指数有危险级，气象局继续来发布高温提醒，爱来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来看卖温度预测。车是家己铁路警察因公殉职的事件，这让大家非常的不甘。在强化勤务的安全度，除了调整到上经济，为十月开始也来增加226个支援的警力。有企业家主动采买250支电击枪来关照好铁路警察局。先生，冷静，等一下，慢慢朝我过来。某年伫月台顶做好歹徒，避免伤害到旅客，在无使用枪的状况之下，站起来，子弹射出来，牵引着电线，上方6公尺，探针直接穿皮肤，高压电击30000伏特，穿透皮肤约1公分厚，它有倒钩，让嫌疑人和歹徒比较难去用蛮力把它扯开来。用线的情况下面，就只是远距离的电击器，它还是可以说持续这样子，靠放电的方式，这个电流回传到小脑，造成刺激，太多的刺激就可以造成人瘫痪。没有射中目标的话，就是要赶快把子弹拿下来，然后改采近身电击的方式。国产多功能的电击枪，除了中距离和近身的防护，配合强的光线、小型的录影机、红手等等等等功能。双警执勤的话，原则上我们至少有一个远警要佩戴。各种受训，我们很多警察要到警察大学受训，也需要训练这一些，所以我们警察大学也有50支，最近也会进去。啊，警专会有100支。为了带动企业家观众第一批予铁路警察局使用，提升一线警员执勤的安全。台视文消记者徐英豪台北报道。全台湾上盖关的关关加油站离海拔2374公尺关，已经是30几年，真侪设备都已经成新。中油公司来公告，伫这8月7日开始停业，要进行5个月的修理，提醒司机爱加满油才阁上线。汽车、机车的驾驶一逝路遮尔远来到合欢山，
就靠这座全台湾上高的官员加油站，替爱车将油加好满，才阁出发。但是最近民众拢收到这个通知，我们八月六号啊要停那个整修，所以八月六号会暂停。中油公司大致公告，官员站已经替民众服务32年。准备对八月六号开始暂停营运5个月，进行改管线由左太湾室内整修，也阁有更换全新的加油机设备。因为加满油要上来，这个间隔太远了，太久了。这边如果真的没有油，太不方便了。虽然甲台北市每一天平均发油量大约20-30公斤，官员站大约干那1公斤，但是每一滴油嘛是真无简单，因为花莲北部油库的油罐车来回一转，就要开将近180公里的山路。与呼吁上山的民众，必须在底下的加油站加满油，然后上山比较安全。距离官员站上近的加油站有中部地区内山站，也阁有清境站，大约要35公里。也东部的台鲁阁加油站嘛，要将近70公里的路程，所以提醒民众一定要将油加好满，才去山顶，避免造成麻烦。台视新闻花莲综合报道。三 C 的产品普及，也使得民众使用目睭的这时间是增加。在国内得到黄斑部病变的患者年龄是每年降低。阿当病院来推出着创意卫教活动，来借由世界名画来带领民众了解黄斑部病变，要安怎提早预防、提早治疗。想要好好啊参观这来自世界各国的名画，卖以为来到美术馆。因为上细一日看，这画作不是扭曲，就是变形，甚至出现黑点。这是阿当病院为了带领民众了解黄斑部病变所推出的创意卫教。我们说看线条会扭曲啊，或是说看东西中心会有黑影哈，我们很有时候很难跟病人表达，病人很难去体会。但是如果我们给他看了这个画以后，然后其实病人由看画那个中间，他其实就可以体会出说他看到的世界，如果是变成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表示有黄斑部的病变。卫生福利部统计，国内每年会新增大约25,000多名黄斑部病变的患者。随着三 C 的产品普及化，目睭长时间受到刺激，病变的年龄一年一年下降。民众会当利用阿姆斯勒方格表来检测凝视中间的黑点，感受周围的线条是不是有出现任何的变化，判断视力的状况。这一点哦，比较白。无讲足白啦。有啊，即马注射较清楚啊。医师特别指出，糖尿病患者得到黄斑部病变失明的比例，比起一般人高出25倍。治疗黄斑部病变，除了镭射手术，咪当靠药物改善镜头。这种药物叫做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只需要1秒钟的时间。然后我们把那个药物打到眼球里面去以后，它会作用在黄斑部上面，然后那个黄斑部的病变慢慢就会好起来。采用药物治疗有超过65%的比例，拢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患者也是要定期进行眼底体检，这个治疗才会当远离病变的风险。台新闻吕思先、简元吉台北报道。夜市啊，甲黄昏市场的物品真多，不过消保会来抽检发现，讲人家卖是现切的水果有5成，大肠杆菌加大肠杆菌群是超标，连。一胖要2成超标，提醒民众要来好好啊选择。一盒一盒现切的水果看起来新鲜，阁好食，方便阁快速，但是卫生方面安全吗？我们针对台南、高雄以及屏东的这样的一个检验结果出炉，发现呢这个数据呢超标情况是。不太乐观。根据消保会调查，南台湾有真侪有名的黄昏市场，含夜市啊内底，摊贩卖现切的水果，针对大肠杆菌群含大肠杆菌两项，随机抽检送验，其中台南有46%超标，高雄56.6%，屏东更加悬有68%，也就是讲超过一半的店家无符合卫生法规。切的刀呢，或者器皿一些的东西。是不是会有一些的污染？这些等等的都会影响到肠胃，会有发炎的状况，可能上吐下泻。那严重一点呢？如果是吃进比较侵袭性的，
譬如说像沙门氏菌或者是一些出血性的大肠杆菌，就可能造成比较侵袭性的感染，甚至会造成败血症。那现在的水果店经过韩国面包，也有两成的店家验出超标的大肠杆菌群和大肠杆菌。最好是现做现吃，每一次的加工都会增加食物的风险。在卫生安全方面，面包应该撇免韩国了后才去加工，水果就要尽量自己处理，才能撇免到过多的病菌吃入肚。台湾新闻刘元富、萧红树高雄报道。昨天真热，在台中一个30几岁张先生是胸肝卡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连困也困不好。其实治疗胸肝卡袂当家己停药啊，要拨4-6礼拜避免复发，还怪在执行4个原则。透过这个报道来了解。天气真热，藏在鞋啊、袜啊内面的卡盘一直流汗流袂停。夏天，尤其是夏天流汗很多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痒，他痒到就会想要去抓，会想要去抠它这样子。啊，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会抓到脚趾缝，会裂开啊，会流脓这样。一张的药药甲破皮，张先生当年有胸肝卡的困扰，热天上严重，常常上觉坐袂住，连困嘛困无好。胸肝卡有4种的形态，分别是。角质型、干燥角化型、水泡型、溃疡型，张先生是属于合并型的主显症状。有去拿过药啊，擦一擦好了就没有再理他，但是痒了又擦这样子，但是一直反反复复这样。疗程大概需要4-6周，那在觉得没有症状之后，还是建议要涂抹。多涂抹2个礼拜，因为霉菌其实不容易被杀死。家己停药啊，真容易复发。患者药啊，爱配合规个疗程。涂抹的范围就是建议涵盖病灶多于2公分的健康皮肤。那还有就是边涂的时候要边轻轻的按摩。对，那涂完之后要记得马上去洗手。平常时尽量保持双脚打扫。袜仔嘛爱逐工洗、逐工换，选择较通风好穿的鞋啊。到底公共场所爱穿鞋啊，做好脚盘的卫生，才有机会远离胸肝卡。大新闻黄子玲、李月维，台中报道。以上就是今日早起新闻，将时间交主播佩玲。你好，我是李佩玲，欢迎您加入这一节的国语新闻。全球温室效应，夏季的高温是不断的创新高，很有可能提醒您呢要小心出现这个暑热感冒，甚至呢严重的话会引起腹泻、全身无力等等的症状。那么气喘患者是好发的高危险群，要特别的做好自我防护。快一个礼拜了，所以有吐拉，只是想吐。郭女士连续一周腹泻、头痛，精神体力明显变差，怎么休息都觉得累。经过中医师诊查后，发现竟然是暑热型感冒。买菜回来整理一整天也是很累，对，可能就是因为出去买菜很热，哦，那礼拜天上课就是一整天是冷气，对。就很不舒服，一直想吐，一直有气的感觉。中医的外感就是因外在环境变化引起的感冒，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而这种暑气过高引发的感冒，与常见因为细菌或病毒造成的感冒症状不同。中医的感冒跟西医的病毒感染有时候不大一样，可以一样，可以不一样。但是他在外面晒太阳，他流很多汗，进来里面吹到冷气，他头痛、血管收缩，有的人是这样表现。但是很多人是肠胃的症状，而暑热另一个要小心的族群就是气喘与过敏的患者。虽然夏天发作的几率较低，但是进出冷气房，急速温差变化大，就容易诱发感冒。流汗的衣服其实是要换掉，不然有过敏体质的人常常因为夏天从端午节开始皮肤会痒。当然，第二个因为夏天会容易吃冰，然后过敏的人要小心，他不要吃西瓜、水梨。因为它会更加重它咳嗽的症状。面对全球气候变异，夏天也可能出现流感。中医师建议要提高身体的调节能力，除了均衡饮食，也可以吃些绿豆薏仁消暑，睡眠要足，多运动，就能够健康面对暑热。大新闻刘荣、庄国雄台北新天报道。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魔，在台中市有一位妈妈，前一年呢捐出了自己的长发给癌症病友来做假发，而这妈妈的善举，女儿看在眼里，因此两年之后，六岁的女儿也跟着妈妈一块捐发，一起行善。细心的把头发梳开，设计师先把翁小妹妹的头发扎成两束，然后轻轻的剪断。哇，好漂亮啊！翁小妹妹今年六岁，剪下留了三年长度到腰部的头发，是要帮助癌症病友制作假发。我就跟他讲说，医院就是会有一些生病的人，他会没有头发，然后就说你的头发留长，那就可以拿来做成头发给那些生病的人用。原来小妹妹的妈妈前年曾经捐过头发，用身教带领孩子，这一回母女俩一块捐发。两年前捐一次，这次又带她一起捐，然后下次换她了。已经说好下回换小女儿捐发，姐妹俩都跟着妈妈行善。癌症病友有些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掉发的情形，那其实就是很需要民众就是来捐赠我们的头发这样子。那头发的捐赠的条件只要有30公分，那不染不烫为原则。捐发帮助癌症病友，善念扎根心田。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AI 大未来究竟呢是带给人类帮助还是灾难呢？在电影当中，人类因为过度的发展 AI 人工智慧， AI 不仅开始有了自我意识，最后呢还有可能会反扑人类。为了避免这一类的风险，欧盟颁布了 AI 七大准则，希望人工智慧遵守道德。而台湾的官方跟学者也跟进，希望加速立法规范，确保民众的个资跟隐私权不受侵犯。这个智慧货架就是一个无人商店，用手机可以直接购物。智慧货架里装设的红外线摄影机以及重量感测器，能辨识消费者所拿取的商品种类与数量。Camera 拍摄跟商品之间被遮住了，对。那这时候是让被遮住的情况下，我如果照不到，这样我怎么技术再厉害我也判断不到。所以，但是如果这时候你又有辅助的重量感测的一些变化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弥补，在某些照不到的情况下，事实上搭配重量，你就可以知道他拿了哪些商品。聪明的智慧货架可及时监控商品数量，提醒是否需要补货，还透过大数据分析消费者购物行为，做促销活动。工研院运用人工智慧与物联网 IoT 所结合的 AIoT 智慧联网技术，正式带领零售业进入 AI 时代。当半导体很强嘛，那半导体业在人工智慧的角色，它是提供最主要的检测跟计算的核心能力，所以这些能力可以协助台湾，一方面是让我们整个社会应该是比较智慧化，一方面是我们也可以推动全世界都智慧化的时候，台湾应该变成是这重要的一个产业链的推手。经过水力、电力和电脑技术三次生产变革之后，智慧科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AIoT 智慧联网新科技将带动台湾半导体、5G 网络、智慧应用的创新发展。Six. Four. Look, you're 16. Four. Correction, 16. 人类发明自动化机器，透过物联网、大数据，加上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以及自然语言感知的运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当人工智慧越来越聪明之后，会不会剥夺人类的决定权呢？机器永远是人在控制的。那过去很多小说不是电影，不是在演说，将来这个电脑啊、机器人，它发展出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就不再受人指挥，这个到目前为止还不会发生，至少我观察目前 AI 的，它只是在做学习。这家车将来都自动控制，不是驾驶在决定，所以它开到一个路口，如果发现你刹车失灵了，你有两个选择，往前冲撞一个老太太，或往右转呢撞一个小朋友，你要撞哪一个？好，啊，这个是不是人在决定，是这个车子在决定，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自驾车的时候，就已经要告诉他，碰到这个情形你要怎么办？这个就是属于 AI 的道德的议题。美国科技公司 Google 在2019年3月成立先进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希望设立 AI 技术伦理道德、隐私和政策规范。但光是如何决定外部意见人选，就面临不少难题，至今仍无法具体推动。开始推的时候，就特别把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未来人工智慧的道德、哲学、法规的部分去做研拟，从一些
这个学者里面去角度去看，说未来到底这边要怎么去考量。这里将来还是有一些我们要定一些规范出来啦，我想才有办法让人工智慧大家会比较放心的把一些工作能够交给人工智慧。陈良基表示，欧洲联盟2019年发布人工智慧道德准则，要求 AI 产业建立 AI 系统的就责机制，确立 AI 演算法足够安全可靠，并确保资讯安全性与正确性，不应侵犯人类的自主性和自由。那我们国家可能那个立法的那个速度也要加快，虽然我们现在有个资法，但是个资法还没有那么完善的能够涵盖这种网络是跨国的，这个又牵涉到我们的那个政治立场，这个要执法当然很不容易，可是总是要努力啊，跟其他国家要看齐。吴成文表示，政府必须教导孩子在使用网站时保护个资及隐私权。对于 AI 带来的隐忧，还包括机器取代人类是否造成失业潮。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义锦还是乐观地认为，人工智慧只会当人类的好帮手，不会造成威胁。人要把自己的价值提升了。很多人讲说人工智慧会不会取代医生，其实医生有很多的专业判断、推能力、对人病人的照顾，这是永远没办法取代的。但是人工智慧可以帮忙把这种重复性的事情、重复性的这种判断，我们协助医生把它做得更好。AI 加速推动人类发展，未来将是人类和机器共存、合作完成各类工作的新时代。国际间的动荡在今天清晨，朝鲜半岛不平静。南韩军方表示，北朝鲜再度发射了好几枚型号不明的飞弹。消息指出，发射地点在北朝鲜的胡岛半岛附近。这个举动呢，是再度引起了南韩紧张。发言人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会不会有下一波的发射行动。其实呢，北朝鲜上一周25号才刚刚发射了2枚的短程飞弹落入东海，而经过短短一周，再度挑战国际底线。南韩政府已经把这项举动视为军事威胁，指责平壤当局破坏了半岛和平。天后异常又有真实案例，东南亚的湄公河是许多国家赖以为生的母亲河。不过近年来雨量减少，水位已经降到了 1.5 公尺以下。在上游各国的水电大坝又阻拦了河水，让这个干旱的危机更加严重。河水快要见底，露出一大片河床和沙洲。这里是位于泰国境内的湄公河段，每年夏天随着雨季到来，河川水位应该达到8公尺左右，今年却降到1.5公尺以下，靠着这条河维持生计的渔民相当无奈。专家分析，造成这种情况，除了干燥少雨的天气之外，上游各国修筑的水电大坝，都让位于下游的泰国、寮国、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段陷入缺水危机。拥有11座水坝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亚各国商讨的主要对象。中国呢，与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都是就这个湄公河相关的合作，包括这个水文资料的这个共享，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湄公河在越南出海口处的三角洲，土地肥沃，灌溉渠道密布，是重要的稻米种植地区。河水量严重下降，将大大影响稻米收成以及当地居民的生计。大爱新闻张泰林编译。反观印尼呢，则是水淹家园。印尼的首都雅加达面临下沉危机，而最严重的地区在北部，平均每一年下沉10公分。预估呢，到了2050年，雅加达大约有1/3的面积都会沉入到海里头。印尼总统佐科威他想要盖一面海墙来阻挡，然而呢，靠海为生的渔民第一个反对。车水马龙，东南亚最繁忙之一的城市大雅加达地区，人口高达3000万，正面临下沉危机。berkaitan dengan kebencanaan, banjir, gempa bumi, dan lain-lain, harus dipastikan bahwa ibu kota itu aman dari bencana.
雅加达下沉问题让政府绷紧神经，最严重的北部地区平均每年下沉10公分。科学家预计到了2050年，1/3的雅加达将淹没在水里。总统佐科威计划打造海墙防止海水入侵，不过靠海为生的渔民第一个反对。masalah tenggelam lah ya alam kan masalah usaha tertutup waduh lah maka sengsaranya itu kalau tenggelam udah risikonya。但海水上升速度并不等人，尤其十几年前当地已经修筑一道海墙，最近出现裂痕，海水持续渗漏，因此淹水频传。这座靠海的清真寺墙上斑驳水痕诉说着无数次被淹没的命运，更加凸显拯救海湾的迫切性。Ya, proyek besar ini memang harus segera dikerjakan untuk mengejar agar Jakarta tidak tenggelam di bawah laut。雅加达下陷快速，追根究底是自来水系统不完善，超抽地下水问题严重。政府将斥资420亿美元展开拯救计划，包括补强沿海水坝、盖17个人工岛屿，以及在东边和西边修筑海墙，希望来得及扭转命运。大爱新闻黄金婷编译。而想要对抗气候变迁带来的危害，减速意识逐渐的抬头，在法国巴黎推出了线上购物，强调呢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采用重复使用的包装，而用完之后只要请业者来回收，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养成零垃圾的消费思维。从快递员手中接过箱子，再拿出一模一样的空箱子请他收回，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开箱时间。qui sont dans des, on jette pas la grande boîte en carton qu'on a l'habitude de voir, et les céréales se trouvent dans un emballage comme ça。仔细一看，金属瓶身和瓶盖上的确有规格的字样。这种特殊包装的麦片市面上可买不到。由泰瑞回收公司发起的跨界电子商务服务，今年5月在法国巴黎登场。顾名思义，就是要舍弃一次性的包装。Donc Loop en fait c'est le retour de la consigne, modernisé et adapté au temps moderne. Loop en fait propose des emballages qui sont consignés et qui peuvent être réutilisés plusieurs dizaines de fois dans le circuit Loop.利用玻璃、铝、不锈钢等可重复使用的包材，达到零垃圾的诉求。搭配物流服务，让消费者在日常采买中轻松做出更永续的选择。合作伙伴包括贵格、可口可乐等25家跨国知名企业。目前在巴黎地区，一共有73项产品供消费者上网选购。包装费用以保证金的形式收取，消费者实际上只要为产品付费。L'idée de Loop, c'est de vraiment développer un modèle pratique, facile, qui ne demande pas énormément de changements dans les habitudes de consommation, puisqu'en fait, aujourd'hui, quand vous recevez votre sac Loop avec ses produits durables et consignés, il va remplacer votre poubelle. Donc, c'est un peu la même expérience qu'avec du jetable, mais vraiment de manière vertueuse et de manière durable.除了巴黎 ，Loop 在美国纽约、新泽西、宾州等地也已经同步上线。下半年英国也会加入，多伦多、东京和加州则是预计明年跟进。而这些都有赖当地零售业龙头大力配合。媒体报道，家乐福考虑也要在自家网站推出零垃圾产品。不过有贸易期刊估算，这些产品的售价比一般产品平均贵上3到4倍。例如1公升装的可乐要价3.1欧元。在一般超市买的塑胶瓶装却只要1.23欧元，能不能就此改变消费习惯，还是得看一般大众愿意为地球的健康付出多少代价。Mais moi je pense que c'est important. On a des enfants, des petits enfants, il faut leur laisser une terre la plus propre possible. 大新闻江婷编译。爱护我们的地球妈妈，森林是地球之肺，在调节气候上呢是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带您看到的是伊索比亚总理正在领导一项森林的富裕计划，29号呢在短短的12个小时之内就种下了3.53亿棵的树苗，创下了世界纪录。脱下西装外套，亲自的弯腰种树，这是伊索比亚的总理阿麦德，他带头富裕森林，吸引了好几百万
为的民众来共襄盛举。不过总理的目标不止如此，五月的时候呢，他表示打算在今年五月到十月雨季期间要种下40亿棵树，来增加国家的森林覆盖率，期待减少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关心国际间这一起重大的监狱喋血事件，巴西北部有一座监狱经传暴动，两个帮派在里头是斗殴火拼，结果造成了至少57名的犯人死亡，邻近的机场呢甚至还能听到枪声，这也凸显了巴西长久以来治安太差、监狱太过拥挤的隐忧。浓浓的烟雾从围墙铁丝网上方窜出来，巴西北部巴拉省一个监狱发生严重暴动。O que podemos apurar de início é uma briga de facções. O grande motivo foi briga de facções. Não teve reivindicações até o presente momento. A única reivindicação que nós acompanhamos foi resguardar a integridade física. 狱中两个黑帮火拼，还放火烧牢房。由于牢房是由货柜改装的，导致许多受刑人因此窒息，伤亡严重。斗殴时间长达5个小时，一度还有2名监狱官员遭到劫持。但是因为暴动起因并非针对狱方，两人最后获释。Por lá foi um local que está praticamente macabro. Teve decapitações, teve pessoas que foram mortas através de asfixia pela fumaça, mas agora está calmo.包括肇事帮派领袖等46人将转移到其他监狱。这次事件点出巴西监狱人满为患的隐忧。巴西司法制度不全，社会治安败坏，30年来受刑人数增加了8倍，达75万人，是全世界服刑人数第三多的国家。2017年1月份就有超过130名受刑人因为暴力事件丧命。这次发生暴动的监狱可容纳200人，但事发当时有309位受刑人。狱方否认太过拥挤。大爱新闻吕芳编译。我是受证了才吃素，因为我听到上人说，咱人将咱的腹肚当作无阿婆，将隆重的尸体埋在我们的肚子里。是哈，咱吃素则无不欠人，会死人。咱都来行啦，行。啊，我食菜都12年咯，都觉得身体也是康健，感恩。哎，我食长菜了，我的胃哦，像我较好些哦，无我若胃哦，真若食着什么菜啊，什么会胀啦。啊，食真食素的咯，啊，就我好些了啦。好，啊，这入钱侪，这就赚财。安尼，我保护地球，保护地球，才阁有慈悲心。把握暑假不空过，美国西雅图的慈济志工为小朋友来举办营队，融入了慈济人文跟中华的传统文化，让孩子度过快乐又有意义的暑假。慈济会所举办暑期营，孩子们化身小小文青，琴棋书画样样学。中华优良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内涵，我们是无形中带进来，那也是给他们就是说菩提心芽。那这心芽，我们怎么样种好的种子给他们？例如说我们大爱，好大爱，无所不爱，好感恩，无限感恩。欲之以德，教之以礼。当前小厨师也依序有礼为志工奉上料理，就是跟师姑的相处，还有师姑煮的好吃的东西，还有跟小朋友的互动。尤其他昨天还跟我说：“妈咪，我第一次吃蓝莓，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因为我的小孩子是很挑食的，不吃青菜，不吃特别的水果，所以我很开心这次让他来参加慈济的夏令营，让他的生活习惯有所改变。希望孩子都能快乐学习，吸收正能量。几堂课下来，筹备活动的志工们身虽疲累，心感幸福。单一新闻，这是美志工谢玉琴、吴丽清，美国报道。斯里兰卡可伦坡的慈济人每个月固定关怀维多利亚之家，这里呢住的多半是肢体障碍者，必须要依赖别人的照顾。而慈济志工每次来访的时候，总会准备证严法师说故事等等的慈济影片，然后再同步翻译让他们理解。也因此呢，有好几位每个月已经会固定投竹筒捐善款。
正言法师说故事台语发音，在斯里兰卡他们语言不通却了解意义。原来可伦坡慈济人同步口译，住民们长期从影片中也见苦知福。就像他车祸导致下半身瘫痪的萨曼蒂，用双手去抚慰，为长者擦拭泪水，用笑容传达温暖关怀。住在维多利亚之家的朋友们，不论是长期卧床或者举手维艰，他们就是这样努力用力地举起手，把善款放入竹筒。每个月的这一刻就是他们最期待。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斯里兰卡报道。澳洲的人权团体自由行基金会日前发表了2018年全球奴役指数报告，当中指出了全球有4000万人遭到奴役，其中以北朝鲜最多。而来自台湾的何小凤，她因为家境贫困，从小被父母卖掉，沦为了童工，最后呢是落脚在了美国加州，展开新生，帮助跟她一样的孩子。被天真无邪的孩子包围，他是何小凤，来自台湾。然而这些孩子的生活却与何小凤的童年天差地远。Your person told me, your mother never come back for you. Your parents sold you. You're gonna stay here forever. 何小凤说自己出生在原住民家庭，1990年因为家境贫困被父母以300美元卖掉，当时他才7岁，后来有超过15年的时间，他都在有钱人家当佣人，甚至跟着他们从台湾搬到美国。In that time, she says she was subjected to daily mental and physical abuse, cleaning, cooking, and caring for the family, sleeping on the floor, eating the family's discarded leftovers in a corner of the kitchen. Ho says once, when she was accused of stealing a sip of tea, a woman in the home dragged her by her hair to the bathroom, where she put a toilet brush into the child's mouth and twisted.何小凤曾对虐待她的家庭提出民事诉讼后获得和解，也让她挥别过去，展开新生。如今何小凤定居在南加州橘郡，她开设托儿中心自力更生，更积极扩大规模，希望未来能为其他类似遭遇的人提供容身之所。示威者拿着标语呐喊口号。澳洲人权团体自由行基金会日前发表2018年全球奴役指数报告，中指出全球仍有超过4000万人是所谓的现代奴隶，最严重的国家是亚洲的北朝鲜与非洲的厄立垂亚。Unsurprisingly,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revalence of modern slavery are those with state-imposed forced labor. In North Korea, 1 in 10 people is in modern slavery.Forced to work by the state. 自由行基金会更指出，若要达成联合国目标，在2030年前消除现代奴隶，每天至少需要解放高达10000人，更几乎各国政府有所作为，才能在这个世代就为现代奴役问题画上句点。大新闻主评比。
长，你有没有听过兔狲这种动物？它呢是属于猫科动物，通常呢兔狲出生的死亡率高达有60%。而最近呢，在波兰动物园有5只小宝宝出生了，他们很幸运，5月中出生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健康良好，园方是相当的开心。希望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他们嬉闹玩耍的模样，也感谢收看，祝福您阖家平安健康，我们再会。